绍一下，用檀木做的鞋楦，它的起子非常简单，正合适，没有什么太多的曲线，然后在鞋楦上面做了一些漆，然后露出它原木的质感，沾了丝楦，声音还在改变之中。郭老师希望弹丝楦，他一直都在用丝楦做曲线，做漆。诸葛亮在城墙上就弹这首曲，对，所以很多人不晓得古筝跟古琴，就孔明弹的那张，就是，那就弹这首曲子。琴还没做完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因为他练了不少曲子。那今天我给大家弹一首《阳关三叠》。酌琴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，
因为很多我们最近只赶工，很多同学就会走冤枉路啊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不让带回家去赶，做了一些错误的过程啊，反而还要再把它抹掉。那这个七真的是很搞定的一件事。我做琴做比较久啊，我弹琴跟做琴是同时开始的，觉得它是一个可以作为一辈子去弹奏跟接触的一个，不只是一种乐器这样子。酌情的过程，我是从一开始是一言难尽，到后来慢慢修齐，就是渐入佳境。然后老师就拿了两个颜色给我挑，我说绿色跟蓝色你要哪一个？我说我就说蓝色这样。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处理，我就说那我就干脆把它当成画画。嗯，到最后做完之前，我都不知道它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的琴叫玄春，那玄琴基本上就有青色的意思。嗯，那春就是纪念我的祖母，然后还有春天的这个季节多变，我希望它的琴色音色是多变。Thank you.
各位长官，各琼老师，各位卓琴的琴友，大家好。其实我能够进到这个卓琴坊，真是个机缘啊。其实我学琴30几年，那早期接触老琴的因缘还蛮多的啊，所以我弹过很多的老琴，摸过很多的老琴。那至于卓琴呢，我始终没有接触。虽然我弹琴这么久，我一直还是有个念头，想要自己亲手做一场琴。这个因缘产生呢，就是到华范大学的卓琴工作坊。我真的很感谢华范能够接纳我们这些社会人士，更感谢郑雄老师呢。实在太有修养，而且功夫实在好啊，能够带领我们这一群人，做了这么多的漂亮的好琴，而且，这个弹出来的声音呢，都是在水平之上。Thank you.
未来影片持续更新，欢迎订阅今天的频道，我们下个影片见，拜拜。